男人和女人偷情上瘾的三个原因，男人和女人都要懂。第一，觉得婚姻啊变得无趣了。男女双方谈恋爱的时候很美好，可一旦婚姻时间久了，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啊，每天操心的都是一些什么呢？柴米油盐，很难再有扑通扑通心动的感觉，从而开始远离家庭，在外面去找新鲜感了。第二，出现感情渐淡，婚姻后两个人天天在一起，渐渐的出现无话可说的情况，不愿意沟通了，时间一久，另一方就很难忍受寂寞，选择偷情。第三，因为第三者的介入，这人嘛，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，家庭稳定，事业呢也小有所成，这个时候我心啊开始不安分了，哎呀，想感受一下这外面的花花世界，出现越轨的行为。那么有了第一次之后呢，就再难以克制住了。但请你记得，对伴侣和对家庭一定要铭记自己的责任和你的担当，不要做出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。你不仅伤害到另一半，也会伤及到你无辜的孩子。